我来关心着来自海区方面的消息，这是布袋镇的黄姓老翁，钉死在家己的农田内底，因为脚手疑似被日头晒到起水泡，警方怀疑是因为着山昏倒，无及时来抢救，原因搁在调查当中。警方表示，现年82岁，住伫个布袋镇中安里的黄姓老先生，骑机车外出了后，一直到暗顿的时间，拢也未返去厝。着急的家属四处找，因为黄姓老先生会当讲每天拢会前往自家的农田看看咧。家属到附近的农田查看的时阵，发现老先生倒伫咧田中央，一动拢未振动。警方指出，救护人员赶到位时，发现老先生已经无生命的征兆。经过家属同意，无送医。死者身穿短裤、短衫，伊的大腿甲双手拢有遭受到日头晒过起水泡的熏症。哇，三十外多，我冻未了。那么伊做事透早就是可能就好走啊，无唔让走。危险，真正危险哦！警方讲，老先生自家农场位于布袋镇的郊外，平常时比较较无人经过。研判长期洗油脂的老先生，可能是身体无爽快，加上天气炎热，你着山昏倒伫田内底，又搁无伫第一时间发现送医，最后造成不幸。不过真正原因，依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新闻新闻，中央新闻布袋镇采访报道。